街头争霸全球精英挑战赛正式开启。今年这个赛事四季以来这是最残酷的一次，多了很多全世界顶级的舞者，我觉得对中国舞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作为新队长，其实我压力挺大的。我觉得所有舞种还是得练，自己在以前在学习 locking 的时候，因为它比较碎片化的学习，没有像学 crumb 这么系统。像那样的一个大神在那里，如果能跟他同台竞技的话，是一个舞者很开心的一个事情。我觉得每一个舞者都挺辛苦，都希望说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想给大家能看到。为了 peace， 为了交流，这是真正的我觉得我们来参加这场节目的一个意义。 Judges 3 2 1，打开优酷 APP， 搜索这就是街舞，点击海报下方预约有礼按钮即可获得专属好礼，也可进入播放页点击播放器下方预约有礼按钮，更多独家视频等你来看，抢先预约不迷路。